日本，真的是国际标准的赛车场的赛道，缩小版来到了高雄这边。卡丁车是没有驾照，但是也能开。那我们待会就上场 PK 一下。好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加油一下哦！来，万兔兔开始哦 ，1 2 3 ，Let's go！黄师傅咧，系咪翻咗酒店啦？我觉得我已经揸得好快噶咯，点解都系见唔到佢哋嘅？耶！第一名在这里，好劲喎！好了，不好意思啦，而且第二圈的时候，我很认真的在跟他比赛，我们。一直难分难舍，到最后那个赛道，我终于挤进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点知撞埋咗一齐，完全不认输，最后一个我冲进去。呢个胜负欲太强了，真的从头到尾你都没有跟我们在同一个世界。唔系我唔惊撞啫，唔系我哋系比赛咯，跟住佢系观光。好玩吗？好玩。你怎么突然都不讲话？再去玩别的。好，好啊。其实有非常多游乐设施，我们刚才玩完了卡丁车之后，你们还有想玩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咧，我畏高呢个问题咧已经训练有素了，但你呢就好像对呢个畏高咧仲有啲恐惧啦，所以我觉得要再加把劲训练下，就玩呢个先啦，跳楼机。啊，等等先，做咩事啊？等等先，得啦，行啦，行啦。师傅，我想落去啦。这一趟高雄之旅，克服心魔，呢个好难啫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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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到你腳震了嘛，這樣也看到我在發抖，真的害怕會傳染，我本來覺得因為夕陽很漂亮，突然也害怕，我一望到高的地方我就會震的。你有望過嗎？你不是全程都合埋眼的嗎？我就望到了，你看看，而且我覺得觀眾應該會覺得很荒唐，因為那麼矮，然后我们叫成这样，太放荡了。那我们休息一下好吗？喝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好啊，好，休息一下，那你休息了。这里啊，定心丸，哎，那里啊，走啊走。待会要带你们去吃饭的餐厅就在西子湾。哇，佢依家系出呢个。它是票价收据，因为我之前在台北有搭过咧，佢系用的嗰个硬币，差点这个以为是发票拿了就要走咧，差点抌咗啊！阵间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其实美丽岛站是我们最重要的交叉一站，因为高雄的捷运只有两条线。红线跟橘线，它其实也蛮方便。这两条线呢，每一站，然后五分钟就会来一台。其实五分钟嚟讲咧，对香港人可能已经系好慢，因为香港咧系可能两三分钟就一班车咯。好赶哦，两三分钟就一班。
对我们高雄人来说，真的没办法，心脏病会发作，太快了哎。其实台湾虽然小小的，我们就连北部跟南部，其实在生活步调上就有差一点点。北部呢就比较都市化，其实也不是说南部没有，只是它在步调上面也会比较慢一点点。我呢杯好特別喎，因為咧我呢杯係檸檬嘅啤酒嚟嘅，跟住咧佢係有少少似檸檬蘇打，酸酸甜甜，跟住有少少碳酸水咁嘅感覺咯。呢個幾入口。哦，哎呀，這個是我特別幫你點的，它算是這邊的招牌酒，叫做三步。鎮變之寶啊，鎮變之犀利啊！我頭先一飲咧，一飲落去就。它是夾雜著幾種的果味喺度，即係我飲到有啲芒果味啊、荔枝味咁樣樣咯。即係如果本身中意果味嗰啲咧，飲咗真係翻唔到轉頭。這個就是呢，我自己每次來就一定會喝的酒。係咩㗎？咁黑嘅，很特別嘞。它的名字呢就叫做黑柑橘，它喝起來呢就是有點甜甜回甘，然後又黑啤酒在裡面，因為它每年都得獎。咁犀利啊！所以我们待会喝完这一杯之后，来轮流再来喝这一杯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再喝一下，再喝一下，耶！我已经很留意到呢个甜啊，即系嚟到高雄咧，一定要食呢个海鲜。哎，对，哎，这就是啤酒炒蛤蜊，调味料其实非常的少，它就是要让你吃到那个蛤蜊呢最原汁原味的海味在里面。唔客气啦。佢嗰個肉咧係好飽滿嘅，你可以見到，係啊，佢唔係嗰啲真係可能好細粒、細細粒咁啊。對對對對對對對。我啊，有冇讓你們覺得不一樣的地方，或者是差別很大的地方？即係我睇你 social media 啲相咧，一個好剛強嘅形象咧，即係我可能我一開始以為咧，可能係啲。好惡啊！嘅大姐姐，好有威嚴嗰種感覺，跟住我會好驚，唔敢講嘢嗰種咧。係啊，點知一相處落咧，原來係真係好 nice 啊！即係唔會有咩隔閡咁樣樣，都會大家暢所欲言咁樣樣。感謝，好開心哦！那下次你們來台灣玩，或是來高雄玩的時候，儘管找我。或者是我去香港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出来玩都可以。耶，好，那我们再来干一杯。好，耶，切，干杯！大家好，我是凤凰，高雄凤山人。我想讲咧，零六赛道乐园同埋莲池潭滑水主题乐园咧，真系嚟到高雄嘅必玩景点啊！而且佢哋咧都可以喺 KK Day 度预约，预约仲有折扣优惠添。要玩梗系玩精啲，玩尽啲噶啦！有折扣咁抵玩，仲唔快啲去玩多次？等等先，嗱，我知呢个 app 咧，除咗可以预订旅行、交通、行程、美食，可唔可以顺便安排啲 chill 啲嘅行程啊？完全冇问题啊！有呢个 app 咧，咩都搞得掂。你睇下上面仲有啲咩优惠再讲啦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大自然最天然的糖。然后咬起来就是真的是，哎，有口香糖的感觉。加油！